这个辣椒放进去，这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地黄，对，黄地椒，黄地椒啊、嗯，非常厉害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来自我们海南的椒。那如果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，爱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像你平时吃是不是很爱放辣？没有没有。你对辣的喜好度现在是多少？十分满分的话，我其实喜好度应该还是在八九分左右，八九分，但是可能口味没有那么辣了。口味没那么辣哈，确实是，特别是当歌手还是要注意那个保护嗓子。然后接着是醋哈，你爱吃醋吗？一般我都是全倒。全倒哈，那就全倒。感受一下我们小凯喜欢的口感是什么样的。哎，已经开了，那我们可以煮面了是不是？可以。好忙哦，那我们就把面下进去了。好，那要不要这个？好，哎，我拿这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把面，这是真的是真的是鲜煮哦。对，这个真的跟手非油炸的。对啊，真的跟手工面是一样的质感、啊、是的是的是的。这个 太想吃了，大家是不是已经看饿了？好，我们现在把面加进来，可以再加个温度，继续让它煮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咱们可以用热水把汤给它高汤给冲。好嘞，对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就加300毫升，对，那你帮我喊停，那数三秒，用你的这个眼睛来目测一下哈。好，差不多，可以了，差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可以吧？差不多，这样会更浓一点。对，会更浓。嗯，对，汤少一点，就大家吃的时候口感会更浓一些。然后如果汤多一点呢，吃的就相对就那个，哎，专业。搅拌一下。搅拌一下。一般如果是自己吃的话，其实可以试一下味道。嗯。就是用筷子稍微试一下味道。哦、对，就是。如果你觉得淡了，再就是淡了之后再买一包。再加一包。如果觉得浓了的话，也可以再加点水。哎呀，太机智了。嗯，所以家里多备一些啊，总归是用得到的啊。对对对 对哇，已经有点开了。对，这个同步一起又煮面又开汤的这感觉真太治愈了。你春节有没有给自己下过厨？没有，现在就是家里人做啊，想念家人做的味道啊。嗯，好，我们继续让这个面在这煮着啊。嗯，再煮一煮，这大概就刚我们说的3-4-5的原则。对啊，可以稍微把火还低一丢丢，然后我们刚刚忘了，我刚刚忘了一个步骤。对，这个蔬菜包。蔬菜包现在加进去，应该还来得及，赶紧把这个蔬菜包一起把它煮开。这个是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，是我的锅，你是负责配菜的。好，那待会儿就是基本上等它煮到差不多的软硬度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加到加把这个菜都加进去，一起搭配起来。对，好期待啊！今天我们现场煮的2022年虎年的第一碗拉面啊，来自我们汤达人集味馆的金汤牛肉拉面，会是什么样的口感？我这个侧面看这个牛肉就是好大一块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大家看到我们桌面上的每一个调料包都是实打实，食材非常丰富，所见即所得，对，太厉害了。哎，这个面煮起来非常的，已经感觉软软的了啊，差不多可以了哈、嗯、再来一会儿。用你的目测的方式，我们待会儿来决定什么时候关火、嗯。我小时候煮面的话，就是这个，嗯、就是一般它不会出碱嘛，它那个面不是会、嗯、三次一二两次或者三次左右就会把它捞出来了。哦，那现在该捞了。对，可以捞了。关火。嗯，再煮就会软了。有道理，哇，很有生活啊！三次的这个时间差不多就可以把它捞出来了。好了，关火，等它稍微凉一下，然后把它捞出来。有漏勺，嗯，哎呀，把它立一下，香啊，哦，嗯，我的手法还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老师非常专业，平时肯定没少煮，大家在笑我是不是？好，然后这个捞完面之后呢，我们把里边的这个菜不要浪费了啊。对，一定要给它捞起来。哎，一定要把它给捞出来。哦，这个菜真的，而且你看，宁夏的枸杞。对。在这儿呢，宁夏的枸杞。这个菜也感觉很鲜嫩，这个火候把握的太好了。是的。嗯。大家可以学习起来。
之后呢，关键的时就刻来了，轮到我这边了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好，加入我们的金针谢菇。谢。先是加什么？金针菇，好，金针菇。哇，然后加入我们的木耳丝。哎，木耳丝。真的很足啊，这个真料。的，这个料包都是大家每包里面都包含的量啊。最后的就是我们的重要环节，慢一点，小心重要嘉宾啊。嗯，啊，牛重要奶，嘉宾，你看也大度，真的是饱实满，惠而啊。且它是很入味的那种，汁非常浓厚的感觉对，啊。哦，很讲究摆盘，口水要下来了。真不错。哇塞，这可以数一数，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、5块，非常厚实的牛腩在我们的这个碗里面。对，嗯，实惠，点评一下，想吃。想吃，那我们谁来吃这个？谢谢，谢谢武力小凯，是古有孔融让梨，今有小凯让面，没有，给我我是尝。说咱们可以大碗喝汤，小碗吃面。啊，大碗喝汤，小碗吃面哈。那我，哎，我们有那个小勺吗？小勺。这样我可以喝一口汤。对，因为今天小凯穿的这个毛衣怪好看的，我们别万一站到上面的不太好，所以我来带大家品尝一下哈。来，谢谢。来尝一下这个。哎，我可以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直接端着喝请。吧。啊，因为我看你在广告里都是直接端着，那个比较来劲啊。对，一般都是端起来，对对然后对对。下来就没了。那我要做到这样吗？不用。怎么样？绝了！你答对了，是不是闻到了那个香味？真的很好喝，而且那个就是刚刚小凯说的，有一点酸，有一点辣，就是那个皇帝椒带来的口感。对，因为还有那个醋嗯，非常重要。哎，刚刚我醋全放进去，我再喝一嗯，口，太好喝了。真的很好喝。想喝自这己杨哥没办法跟大家回分家享，疫煮。情期间还是卫生第一，大家乖。哎，这个真的超好，超是好喝的，这个汤。那我可以吃肉了吗？可以，请。我这样有点过分哈，所有这么多人在看，那我就吃了啊。这个牛肉，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牛肉块，真的非常不错，很是大不一是块。大块哦？而且这样有5块。